开始。好，收到这开始。斜过去，斜回来，然后记得交叉要穿中间，穿中间交叉完成双套结，拉，然后两边拉紧，拉紧之后再打个扳结，扳结把双套结的头固定，固了之后我们开始打篱笆结，我们先把分一二三四，再讲一遍，第一点，第二点，第三，第四，一过来，二，第三，第四，然后第二层也是一样，一二三四，好，第三根也是一样，一二三四，第四根也是一样，一出来，二，然后第三斜回去，四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最后结束时候打双拉结结束，一个单套从里面进去，一个单套再出来，再转进去，一个单套。两个单套成双套结。